雪山，那不是佛教盛行的地区吗？什么？佛教？阿舅大呐，你敢讲袂记你的身份呐？是蒙受凡间的恩惠，才得以转身为婆罗门众生，应该着的一生感染伊的恩德。何况咱拢曾经对梵天发下过毒誓啊！天心奉献，生贪心。教导甲杀无，因拄一个毋是虔诚的梵天信众，因所行的功，因所积的福，是比任何人搁较济啊！因帅啊帅啊，讲讲两句啦，罢了，不用多言，伊已经走火入魔啊，就是讲，甲伊免叫留落来。伊嘛无法度真心侍奉梵天，想要去倒位，都让伊去吧。我就当作你甲你三位好友作伙失踪啊。假使国王派人来问，我嘛一概不提。安尼你有满意无？母亲，感恩父亲的成全，孩儿即马就来去准备。老爷，安尼敢好？其实我嘛唔知影。啊，不过，伊是我上骄傲的囝儿，所以，我相信伊的判断。而且，伊若是留落来，恐惊也无安全。另外，都参像伊所讲的，梵天，若是如同父庙爱护囝儿，就算囝儿要走出另外一条真理的道路。一定会成全，未去阻挡甲伤害才对啊！老爷明智，安尼保护少爷的性命，也满足伊的愿望。相信伊少爷的聪慧，一定袂予地位失望啊！佛教吗？但愿如此。
惭愧，实在是真惭愧。我总是以为自己会当光耀家母，想袂到差一点仔就害乡亲梦醒。一次冤气北风雪山，唯有学得尽力，了解欲为何本背后的道理，我才会当报答亲恩，也才对得起失去性命三位弟高，要我回拜故乡。就是我唯一的路标，真理就是我最后的归宿。告别了乡亲，我的亲人，告别了过去那个墓地可笑的我，
也未找到武明清，但是上座部的顾青发现，苏鲁素性地以十二阴阳，已经令我了解好的根基，已解脱的方向啊。这是真实的大苦，唯有尊尊改定会处理，才能悉心达本，处理三界。实在是感恩上座部的教诲，使我明白生死轮回的全貌啊！你看，这个佛塔足庄严的啊！对啊，这拢是阿勇时代所留落的。佛塔。佛塔。对啊，这就是我的问题。在我突变上座部的经典以后，发现大家目标拢是正的阿罗汉，但是世尊明明是佛的高位，敢讲世尊无希望人人成佛吗？来哦来哦，大家围过来哦，听我讲故事念歌。听故事，听故事啦，来啦，听故事，听故事啦，听故事啦。精彩哦，搁伫后面咧，听我讲哦清楚。小生之名是自己落，来朝地啊，我尊上的空间哦，
是无对爱，修行一生只会在自己。大家讲安尼哦，敢会用会叫慈悲爱？干那会当帮助自己，干那无够慈悲呢？对啊，也不知批评，而且。我伫咧五道百姓，我未讲完咧，还佫有别项哦。佛道必定相温柔，四十九年来，修行精灵哦，只得。朋友智慧，所以我讲因是真欢生痴爱。佛陀才是啊，对，佛陀是上慈悲的啦。大家啊，故事哦，就讲到这就好啊。恁哦，若要知影搁较侪内容，明仔载就同一个时间，甲来这继续听啦，吼。好，明仔载再来听啦，故事真精彩。施主，这位施主，我有一事请教。哦，真拄好呢，我拄好甲小圣讲完尔，啊，马上就来一位要来请教啊。圣公也好哦，我只是一位吟游诗人呐，啊，莫叫我施主，我是无物件通报施你哦。这，拄只。我听你伫咧批评上座部，我认为观点太过极端，有欠公允。啊，你想要来挑战我这个周游全境的见闻与心得哦？真好，祝你们好，请指教。诸多艺术。红水性，无念绿水救人，也只是杯中利益呀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爱先自度，才有办法度人哦。正是，用讲的拢真理想，也万千争雄。救人，都要亲身落水去救哦。啊，你都甲等一条绳啊，甲一块板啊，敢无办法救？这嘛，你真聪明啦，但是吼、哦，观念都要较巧咧。
就算自己上利得多，只要劝人为善，道人向佛，也是一种道啊！啊，就道起哦，佛菩萨道嘛，道起哦，佛菩萨道，是啊。我搁再问你一句，你认为小乘僧人强调自道的目的是什么啊？唯有自己善游，才有能力帮助寒面的人。嗯，你的回答已经真明白了。要你虽然称的净福是小乘净福，但是内在早已经是大乘之心啊。我对，因为你呀。现在你所需要的，就是在茫茫苦海中救人的方法啦。修行者，往北方雪山去啊！大乘则是最适合你的心性归宿啊。但是我听说大乘，敢是一切严空消极闭关吗？一个奉行师道，道人不凡，敢也会是消极闭关啊？少年人，听这讲这，不如亲身行一回。我也要来走了，也若有机缘，才过来这听我讲故事啊。北方雪山，哦，感谢提点。找到适合的团人了吗？我有遇到一位特别聪慧的少年人，哇，用70年的功夫，才领会道理，你竟然只用3个月啊！大乘弘一，有缘路不长，此处啊，会认为你是欺师灭祖啊！